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这一周的爱奇艺爱熊猫的大熊猫移动直播。我们现在正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现在在我们画面当中看到的两只非常可爱的一岁多的熊猫，现在饲养员正在和他们玩耍。饲养员现在手上拿着三根笋子，一根一根喂他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只熊猫宝宝现在已经一岁多了。这两只熊猫宝宝，一只是美西的孩子，一只是咱们翠翠的孩子，他们都是2017年出生的熊猫宝宝，现在一起生活在咱们都江堰基地的蝶泉园。现在正是他们的早饭时间，饲养员一根一根地把笋子递给他们。现在他们两个靠在了一根树桩上，非常惬意地吃着早饭。翠翠仔现在也有名字，叫玉磊，而美西仔的孩子叫华红。他们都是2017年8-9月份出生在咱们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熊猫宝宝。现在两只熊猫宝宝非常非常默契地依偎在一起，给了我们一个，只露出了一个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两个熊猫宝宝吃的都是非常津津有味的。现在他们背对着我们，我们分不清楚谁是翠翠仔，谁是美西仔。可以看到一岁多的熊猫宝宝现在已经体型已经是非常大的了。现在前面的这只熊猫宝宝已经吃完了手中的笋子，现在在地上找，看看自己有没有遗漏的。现在看到小伙伴手上有笋子，他会不会去抢呢？我们知道熊猫宝宝在断奶之后会和母亲分开，但是为了他们的成长，熊猫基地一般会将它和同龄的熊猫一起关在一起，让他们一起生活，互相有一个玩伴。到了2岁多的时候，他们开始有一点领地意识，会经常的打斗，所以说就会经常在2岁之后跟他们把他们分开。今天玉磊不是在下面吗？我看见。但是现在他们两个还可以非常非常惬意的生活在一起，互相玩耍，互相有个伴。我们之前也跟饲养员了解过，咱们的翠翠仔和美西仔两只熊猫宝宝，他们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雄性的熊猫宝宝，但是他们的性格非常差异非常大。我们的翠翠仔叫玉磊，饲养员说玉磊的性格平时就比较温柔，非常非常的黏人，一见饲养员就巴不得一下抱住大腿这种，然后听到奶爸奶妈们的声音之后，他就会跟在他们的饲养员的身后，然后发出嗯嗯的声音，非常非常的黏人。而我们的美西仔，我们的美西仔叫华红，他的性格就和咱们的翠翠仔玉磊大相径庭了，非常的活泼。现在吃完了手中的笋子之后，地上的竹子成了他们的目标，非常非常娴熟的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顺手就拿起了
竹子，开始从小的开吃，可以看到现在他们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流利的能够吃竹子了，现在把腿翘了起来，把竹子给举了起来，吃的时候还不忘表演一下杂技。他们现在拔下了非常细的一根竹子，开始从细的着手。另外一只熊猫宝宝也过来了，他们现在的咬合力也非常非常的厉害了，所以说饲养员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是非常小心的，因为熊猫宝宝1岁多的熊猫宝宝的话，它的现在的牙齿已经开始非常非常的锋利了，一不小心就会被它咬伤啊之类的，小的时候就是经常会被它抓伤，现在可能要担心，既要担心被它抓伤，也要担心被这些熊猫宝宝给咬伤，所以说接触的时候非常的小心。我们经常看到有些饲养员手上有一些伤口，很多都是因为饲养的时候不注意被熊猫给抓伤咬伤了。我们看到靠近我们的这一只熊猫宝宝也学着自己的小伙伴把自己的腿翘了起来，把竹子也举了起来。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熊猫的共通的一个特点啊，就是喜欢在吃东西的时候把食物给举起来。你看前面这只熊猫宝宝腿翘了多高啊，多标志啊，一只脚翘着，一只手顶着，另外一只手马不停蹄地往嘴里给塞食物。翠翠仔叫玉磊，他是2017年9月14日出生的一只雄性的熊猫宝宝，而另外一只熊猫宝宝是美西仔，他的名字叫华红，他比咱们的翠翠仔玉磊要大个接近1个月时间。因为我们知道熊猫一般在3、4月份春季发情，到了5月份、6月份、7月份之后就开始陆续生产，从发情交配到咱们的生熊猫宝宝，其实中间只过了短短的2、3个月，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熊猫宝宝生下来的时候非常的小，可能就只有成年人的巴掌大小，全身也是粉红的，几乎没有什么熊猫的特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几天之后他们身上的熊猫的特点就陆续的显现出来了，开始有一些白毛，先开始比较稀疏，然后渐渐的毛越来越长，然后颜色也越来越分明，慢慢的开始有了黑眼圈。他们刚出生的时候眼睛还是闭着的，没有睁开，但是过了1个多月之后，他们身上的熊猫的特点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他们的体型仍然非常的小。所以说熊猫从出生到他们半岁的时候，他们的体型变化是非常非常惊人的，就几乎是肉眼都能够察觉到他们身体的变化。看到育幼箱里面那些刚刚出生的熊猫宝宝躺在那里，身体会不时的抽搐一下，其实就是他们在一个生长发育的一个特点。我们现在看到的1岁多的熊猫宝宝已经完全的具备了熊猫的特征了，而且他们现在已经能够像非常非常他们的父母一样非常熟练的吃这种竹子竹笋这样的坚硬的一些食物了。这一只熊猫宝宝也溜了，他们现在守在了内圈的门口，好像听到饲养员在外面扫地的声音，但是现在门是关着的，他们进不去，两只小熊友一起插在了门口，傻愣愣的往里面望，但是饲养员没有给他们开门，因为现在正在给他们打扫内圈。
他们现在眼巴巴地守在门口。因为熊猫的坐姿跟咱们人类的坐姿是几乎是一样的，就喜欢用屁股坐在地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屁股是非常非常的脏，经常粘一些土啊、一些树枝啊、树叶啊之类的，这是跟他们坐姿有关系。他们听到门口饲养员打扫的声音，可以说这两只熊猫宝宝都非常的黏奶爸和奶妈，就一听到他们的声音都非常非常的想跟在他们的身后，甚至现在连食物都不想吃了，因为他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年纪。我们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外圈里面有非常多的铁杆把树给撑了起来，然后树上也包裹着非常多的一些竹子，因为这些树是之前移植的，就不是很牢靠，而且为了防止熊猫破坏这些树，大家知道熊猫的破坏能力是非常惊人的，因为这些树如果不采取一些防护措施的话，就很容易被这些好动的好玩的一些熊猫给破坏了，树就不能够存活。然后两脚兽为了保护这些小树菌，也采取了非常多的方式方法。我们看到其中一只熊猫宝宝已经回到了经常吃东西的地方，又开始吃了起来。现在完全躺在了竹子堆里面。他们吃竹子的动作就跟他们的妈妈 是一样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小的时候在妈妈身边看，经常看然后学习，或者是他们基因深处本来就带有这一种，就是熊猫的一种本能，他们喜欢把竹叶用嘴叼下来然后用手拿着。就是一岁多的熊猫宝宝，他们现在的毛发啊，就是摸上去手感还是比较柔软的，不是那么就是坚硬，但是等他们成年之后，他们的毛发会越来越硬，就比较扎手。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比较胖乎乎啊，蓬松的毛发，就摸上去的话就比较舒服。还有我们经常发现熊猫的一对耳朵，黑色的耳朵，我们经常会很诧异，因为我们看不到他们的耳朵眼，他们到底有没有耳朵眼呢？难道耳朵就是一个摆设吗？他现在把饲养员插在这个铁桶里面的竹子给掰弯了，力气是非常大的，完全凭自己的体重活生生的把竹子给掰弯了。啊，回到刚刚的话题啊，其实熊猫是有耳朵眼的，只是因为黑色的耳朵就毛发比较黑嘛，所以说就把那个耳朵眼给遮住了。但是如果把它的耳朵毛给剃掉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个耳朵眼。因为经常熊猫做体检的时候，为了测试一些体征，就必须要在耳朵上加一个测体征的一个仪器，所以说经常会做体检的时候把他们耳朵一部分的毛给它剃掉。我们之前看到在网上有一只熊猫非常火，因为它的脚受伤了，为了给他们包扎伤口，饲养员不得已把它的下半身的毛给剃掉了，就完全没有裤子了，就可以看到它的皮肤是粉红的，跟它们小的时候颜色其实是一样的。因为黑白的毛发太茂盛了，所以说几乎看不到它的肉，它的肉也是粉红粉红的。另外一只熊猫宝宝现在也过来了，现在看到自己的伙伴吃得这么津津有味，它现在也
也想吃东西，直接就躺在了地上。所以说很多人就觉得熊猫很软萌，就是因为动不动的就一下一屁股坐在地上，或者是干脆就直接整个身体就瘫在了地上，就比较软萌。再加上平时喜欢在圈里面，因为比较好动嘛，经常滚来滚去的，从山坡上滚到山坡下，喜欢抱着头滚来滚去的，所以说很多人也叫熊猫为滚滚，还有看上去抱在一起的时候一团一团的也叫团子。所以说很多熊猫的外号这些网友取的也非常的形象，他们拉的粑粑因为是一团一团的，而且因为吃竹子嘛，所以说是青色的，所以说很多人也叫它为青团。就熊猫拉粑粑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哎，我们说着咱们好像右边这只熊猫宝宝把尾巴给翘了起来，我刚想说他们拉粑粑的时候尾巴也会很自然的翘起来，然后把青团给拉下来。之前泰山咱们知道了一个海龟熊猫泰山，它有一个绝技，就是喜欢在睡觉的时候，我不知道它睡觉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意识啊，就睡觉的时候就把青团给拉了出来，我不知道它是完全由大脑控制的还是不由大脑控制的，就躺在那里尾巴一翘青团就出来了，拉完之后继续睡，而且整个过程完全没有清醒，眼睛也没有睁开。其实现在这一岁多的熊猫宝宝吃东西跟咱们人类的小孩子吃饭一样，也是不那么认真，吃两下就东张西望的，可能被其他的东西给吸引住了。哎，我们看到这一只熊猫宝宝，就我刚刚说的，尾巴翘了起来，可以看到它尾巴下面正在拉青团，非常非常的用力，还在往里外面排，掉了下来。因为熊猫的主要食物还是竹子啊、竹笋之类的，所以说它们吃的东西基本上拉出来的青团都是青色的，然后如果吃胡萝卜呀一些，里面就会夹杂一些胡萝卜之类的。其实熊猫的粪便没有异味，因为它是基本上吃的东西都是素的嘛，而且在圈养环境下就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素的，不会喂它肉，但是野生环境可能会吃一些肉食，所以说它排的粪便是几乎没什么异味的。所以有些厂商也从他们的粪便当中发掘了一些商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些商家就会经常来采购熊猫粪便，用这些粪便做成就是纸巾，用它来造纸，也是纯天然的。还有就是把它们的粪便作为肥料，像我们那个这边都江堰基地的山上就种了非常多的茶，这些茶呢叫熊猫茶，因为就是用熊猫的粪便作为养料来培育这些茶。但是我很怀疑这些熊猫的粪便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营养去做那些肥料啊，当然我一直很好奇。现在饲养员已经把内圈的门打开了，两只熊猫宝宝一起冲了进去。他们知道饲养员在里面，所以说冲了进去，但是饲养员打扫完内圈之后就走了，现在要打扫外圈了吧。两只熊猫宝宝就守在了门口，右边那一只不停地确认饲养员在里面还是在外面，听到饲养员的声音在里面就赶紧冲了进去，两只小家伙都非常的粘人。现在饲养员把
门给打开了，这是现在喝奶的时间。虽然他们现在已经断了母乳，但是因为一岁多还比较小，所以说饲养员会给他们每天就是配送一些人工配方配制的奶粉，也被很多猫粉称为盆盆奶，因为用盆盆装着。就为两只小猪一样的，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气温不是很高，所以说盆盆奶也冒的白烟，我们也看得见。喝完奶要擦嘴，每次喝完奶擦嘴都是非常非常要命的时候，非常不配合。两只熊猫宝宝发出嗯嗯的一个叫声，要把嘴擦干净，但是非常非常的抗拒擦嘴，不停地发出嗯嗯的声音。可以看到右边这只熊猫宝宝下巴上还有奶，饲养员要给它擦干净。两只熊猫宝宝都非常抗拒，不仅是这两只熊猫宝宝非常抗拒，喝奶的熊猫宝宝都很抗拒饲养员擦嘴，只能强行擦嘴了。都是两个小邋遢，他现在自己手上的东西还没有吃完，一直朝着饲养员的手上看，看到饲养员手上没有了，准备去向小伙伴的小伙伴这里，非常迫不及待了。现在右边这只熊猫宝宝已经吃完了，现在也准备去抢，哎，发现饲养员及时发现了，赶紧给他们，不然的话两只熊猫宝宝会互相的争夺对方的食物。胡萝卜已经吃完了，地上再嗅一嗅，还有一个笋子尖。啊，看到饲养员有笋子，抱着笋子过来了，啊，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屁颠屁颠的，跟着饲养员跑了。饲养员把笋子放在了地上。这个时候要跟他们互动一下。哎，我发现左边这只熊猫宝宝它没有发现，哦，对，它在等这个饲养员抱笋子过来。你看每天的食物还是很丰盛的，除了竹子、窝头、盆盆奶、还有那个胡萝卜，以及咱们的笋子，熊猫宝宝的食物还是非常丰盛的。像现在我们知道，除了这些食物之外，我之前还在咱们那个园区里面看到饲养员给熊猫喂红薯，现在多了一种食物了，熊猫也特别特别的喜欢红薯，非常甘甜。虽然熊猫吃的东西咱们好像听起来都是一些素食，但是熊猫其实是杂食性动物。哎，我们看到隔壁的这只熊猫叫雅星，现在非常非常想抢我们的镜头吗？非常热衷于表演杂技的雅星现在爬上了一个树。雅星其实是非常擅长爬树的熊猫，它对自己园区，就是它自己院子的树，每棵树基本上都爬过。现在可以看到，虽然身体很笨重，但是爬起树来非常灵活的，在这已经爬上了半树腰。还想继续往上爬吗？这一身腱子肉还是非常非常的有力气的，现在居高临下偷偷的望见隔壁的这两只熊猫宝宝。无处安放的小短腿还不停的蹬着树，不知道往什么地方放，
因为熊猫它的爪子是倒钩形的，非常锋利，非常可以非常牢，然后非常有力的抓住树干，防止它们跌落。熊猫爬树也是它们在野外躲避天敌的一种方式，虽然它们的天敌非常少，但是在树上它们会非常非常的安全感觉，这是它们的本能。咱们雅兴的圈舍和咱们华宏玉垒的圈舍只有一墙之隔，之前咱们玉垒和华宏的圈舍里面住着的是咱们的彬彬，之后搬走了，搬到咱们的雅安基地去了。之前住在这里的时候，雅兴就非常非常积极的非常热衷于趴在墙根下里面，因为墙中间有一个下面有一个排水沟，可以看到隔壁，所以说雅兴经常在排水沟里不停的张望望咱们的彬彬美女。雅兴和彬彬几乎是同龄的，现在倒挂在了树上，现在准备下树，下树的动作也非常非常的怪异。还是顺着下树比较安全。哎，好像现在还不准备下树哎，这么快就要打我脸吗？现在好像他还没有看够，继续停在了半树腰，俯瞰着这一切，下半身卡在了树杈上，直接倒挂了下来。好一张熊皮大衣，该晾晾了，今天等太阳出来之后再晾一下。这样不会老充血吗？真的是杂技小王子，现在变换着姿势准备调整一下。就看到一只肥胖的熊猫在树杈上面来回的变换着身姿，腿不知道往什么地方放。哎，我们看到它的左边的眼角上面有一个点，不知道是不是什么地方沾的泥巴还是什么地还是什么东西，就好像一颗美人痣一样，但是点歪了。现在雅兴想下树吗？但是这个下树的动作，我真的是无法形容。不怕被卡住了吗？这么肥胖，哎，但是熊猫有一个说法，熊猫是水做的，非常非常看起来很胖，其实都是虚胖，什么地方都能一个卡进去。现在准备下树了。不知道他忘记了什么，彬彬走了之后就非常非常落寞。隔壁来了两只熊孩子，对面是一只老年熊猫西梦，没有美女了，没有母熊猫了，这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啊。我们回到这两只可爱的熊猫宝宝玉磊和华宏这个圈舍。哎，右边这只熊猫宝宝稍显落寞呀，可以看到两只熊猫宝宝吃东西的时候都是背对对方，隔着很远，这样吃东西的时候就比较安全，就不会被同伴抢夺。现在还好，因为还有足够的笋子，我们待会儿看一下笋子吃完的时候他们两只小家伙会不会互相的抢，但是我估计会。
在笋子面前什么友谊啊，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啊。我刚刚说的排水沟就是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这种排水沟，就经常雅欣之前就通过这个排水沟往隔壁的冰冰，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望见，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排水沟他至少能够闻见冰冰的味道。因为熊猫的话就是视力不是很好，几乎都是通过嗅觉来判别环境啊，判别同伴啊，这些隔得太远了他基本看不见，毕竟小眼睛嘛，视力不太好，看起来很大都是因为眼影花重了。哎，说到眼影，我们可以看一下咱们左边这只熊猫宝宝的肩带，也感觉是没有完全的扣拢，上面还留了一个叉，好像就掉了一根扣子一样。现在就像两个地主家的傻儿子一样，躺在地上。现在全世界只有自己手里和嘴里的笋子。时而微风吹过，无比惬意。像关在一起的熊猫宝宝如果没有明显的特征是很难区分它们的，就到现在我也分不清左边这一只和右边这一只到底谁是华红谁是玉磊，几乎是分不清了。可能饲养员能够分清楚，因为长期待在一起嘛，每天待在一起，有一些特征他们能够把控。不知道我们看我们直播的朋友能不能够分辨清楚哪一只是华红哪一只是玉磊，但是我估计通过现在他们的背影很难分清楚吧。现在我可以看到其实右边这只熊猫宝宝它的肩带是长得非常标志的，就基本上是扣拢了的，是一只正经的熊猫宝宝。就现在我估计他们的体重怎么说呢，就让你进这个圈舍去抱他们，把他们抱出来偷出来估计都抱不动，估计现在有接近100斤了吧，看起来是挺大的，虽然感觉好像隔得感觉挺小的，但是因为隔得远嘛，如果靠近的话到你面前你发现他的头可比你的头大。估计两个人可以，哎，我虽然这么说，大家如果以后到熊猫基地看熊猫，可千万不要去做我刚刚说的这种尝试啊！一个是对自己自身不安全，另外一个，你估计要进去过年了，就2020年，估计到2030年，你估计要进去过10年。现在两只熊猫宝宝完全自顾自地吃着自己身边的笋子，现在不想搭理对方，现在吃最重要。不管是吃竹子还是吃笋子，他们吃东西都非常讲究，就必须要把笋子皮给剥掉，一个是因为外面可能沾了一些泥，二一个是因为口感不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只熊猫宝宝吃笋子先把尖给咬掉，咬掉嫩的地方，然后比较坚硬的壳，
它就会包掉。哎，好像完全没有包掉，你这不是打我脸吗？我还想给大家做科普呢，结果被打脸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地上其实有很多笋子皮，就他们剥掉了笋子皮，但是只是我刚刚说的时候他们没有剥掉而已。嗯，大家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咱们爱奇艺爱熊猫的大熊猫移动直播，我们每一周周末会做一场非常精彩的熊猫的移动直播，大家可以订阅关注我们的爱熊猫的爱奇艺号，或者是我们的直播房间，不仅可以在平时看到我们的蔓越莓的高清直播，然后周末我们的移动直播之外，在我们的爱奇艺号里面还有非常多的非常好看的精彩的搞笑的熊猫的视频，海量的视频，大家可以订阅观看。平时无聊的时候，工作闲暇，可以打开我们的爱奇艺看一下爱熊猫，缓和一下，打发一下时间，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熊猫宝宝在做什么。哎，我发现如果就是工作闲暇，就工作累了，闲暇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来看我们的爱熊猫的这些视频啊、直播啊，看到熊猫这么惬意的生活，大家会不会产生一种，哎，为什么我非得在这儿拼死累活的，而熊猫就很惬意的生活，为什么大家生活不一样呢？哎，我有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哎，熊猫为什么这么能够惬意的生活，而我每天累死累活的。哎，我很担心大家会不会看了熊猫之后就更不想工作了。哎，看到这一只熊猫宝宝，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很熟练的，也不是很熟练吧，我感觉显得也包得乱七八糟的，把笋子皮给包掉了，里面的笋子非常的嫩，但是外面的皮可口感不好，必须要剥掉。我有时候又在想啊，平时想法有点多，就熊猫它那个黑眼圈，如果真的没有这个黑眼圈的话，它的那个萌值真的是会大打折扣，至少减60%-70%。就这个黑眼睛啊，真的是就一下戳中了人的萌点，你知道吗？就他的眼睛本身是很小的，但是外面这一圈眼圈真的是让人就觉得，哎，太萌了，真的太萌了。还有这个耳朵，真的是，就黑眼圈真的是点睛之笔，再加上这一对黑耳朵，真的是太灵动了，就把萌真的是凸显得很厉害。我们看一下隔壁二大爷西梦啊，哎，听见我们叫二大爷。直接就起了身，谁在叫我？我才不是二大爷呢！不吃了，气死了！给你们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叫我二大爷，因为二大爷这个称呼真的是，每次我说到西蒙，我都想笑。二大爷这个梗，就说在十多年前的时候，就西蒙还年轻的时候，也算是一表雄才，春天喜欢一只熊猫，给了个熊猫交配。然后他哥哥大地也跟那只母熊猫交配了，但是生下来的孩子都是他哥哥大地的，没有他的后代，所以说从此得名二大爷。啊，听到二大爷真的就不想理我们了，直接掉头就走了。但是每次看到西蒙，我都忍不住想讲这个梗。好了好了，西蒙生气了，回家了。好了，到这里我们的大熊猫移动直播就结束了，欢迎大家订阅观看我们的爱奇艺号，然后下一周我们会给大家进行另外一场非常精彩的大熊猫的移动直播，大家可以现在就订阅观看，到时候周六或者是周日的时候，我们会提前在我们的微博上熊猫猫上进行通知。
记住啊，在我们的爱奇艺号里面还有非常多的海量的熊猫的视频啊，大家的真的可以看，因为有的只知道我们有直播，不知道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好看的熊猫视频，几千条，真的够你看了。好了，到这里我们直播就结束了，我们下一周再见。